你自幼不在父母身边长大，你难免会怜惜你偏爱你。每个人都有自身擅长之事，别人不会的你会，别人会的我慢慢教你。你不必自卑，大可昂起头自处。皇后是这世上最温柔体贴的女子。皇后要是愿意多喝两口粥，少商求之不得呢。今日皇后跟我说，若她只是个寻常孩儿而已，只是个寻常啊，但只要快乐平安，便就是最好的事情。阿木也是此般想的。你若将享乐的心分一半在读书上，阿母也不用替你担心。每吃一块多备五斤，朝不完，不许出门。我就知道是我想太多了。阿母最不喜欢被我无理取闹，是我连阿母说了。娘娘回去睡。娘娘也是第一次体谅到了做父母的心酸，不过不是为了我。